300多年前，高雄还是个小渔村。每年冬季乌鱼盛产时期，附近总会有很多渔船到这个海域来捕鱼。在那个时候，渔民们会在其后这个地方盖小茅草屋休息。1683年，满清占领后，在其后兴建炮台。如今这些古炮台早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这些古迹，让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在里面穿梭浏览。高雄是从其后开始发展的，昔日的小渔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大商港，而那个小渔村也成为了台湾第二大都市。这其中想必有很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吧。汉人渔夫追捕乌鱼时歇脚的这片海湾，当时称为打狗。打狗原本是原住民马卡道族人的用语。17世纪荷兰人的老地图上，打狗标有猴丘，就是现在的柴山，而流入港湾的河流就是爱河。大清帝国把台湾划入清廷版图后，打狗一直是个人口不多的小渔村，西洋人却看准这里的未来。在不平等条约之下，打狗列为开商口埠，设立海关、领事馆、电报站。这个小渔村已转身成为国际商港。日治时期，打狗改名为高雄。日本人在此进行的主港计划，使打狗跃升为台湾第一大港。而哈马星、盐城等地，也从渔温、浅滩、盐田，化身为新世界。电力、自来水、电话、银行、电影院、百货公司等，都在短短30年间一一出现。当时的高雄港以糖、香蕉为出口大宗，并以其地利之便，港口旁设立了许多现代工厂。码头和工厂提供了工作机会，于是来自澎湖与南台湾的劳工大量流入这个新兴的工业港市，使得高雄市的人口快速成长。爱河当时称为高雄川，沿着河畔的大型官署建筑，是市民工作之余休闲散步的好地方。居台湾西南海滨的高雄市是台湾省第二个大都市，市街宽广，交通发达，全市人口约59万余人。看高雄市港口上巨轮云集，货物如山，就可知道高雄港多么惊人。它跟北部的战后高雄市仍位居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地位。眷村港区底泥所填出的中岛，在民国55年成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年下班时间，庞大的脚踏车阵扫过大街，是这个城市最壮观的景致。再过去就是大永路上著名的另一个壮观的景致，则是盐城区内百货商场的拥挤人潮。盐城于日治时期取代了哈马星，成为高雄市的首善之区。战后它不仅是高雄市的核心，也是南台湾最高级的商业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高雄市民集体记忆最丰富的地方。战后初期，一位外地来的记者以河畔游船所的招牌名称称呼高雄川为爱河，写下一篇爱河殉情的新闻报道。
这场美丽的错误竟获得市民的普遍认同，使爱河成为正式名字，全世界也只有这条河以爱为名。50岁以上的市民几乎都有在此河畔谈情说爱的记忆。美丽而蜿蜒的河川柔化了工业城的步调，但工业城对待它的却不怎么友善。爱河承受两岸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以及人口暴增产生的大量家庭污水，民国60年代已变成一条不折不扣的黑龙江。市民经过时都必须掩鼻而过，这是都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吗？一直到这几年，我们又看到市民重回爱河畔，城市也再度重拾往日的魅力。几年前，两年前三年前那边，这样就看不到了。哎呀，然后去年是这样就看不到了，大概讲声这样而已，这样就看不到了。啊，现在这样都可以，比较好。骑机车或者是骑脚踏车经过这边的话，它都很臭，它的味道都会熏到让人想要戴三个口罩，然后快速的通过。可是最近三年以来啊，它的整治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因为像我们本身有在划龙舟、有在划船的话，你会比较深刻的去体验到水它跟你的亲近，那你就会慢慢的去了解说，哎，爱河它不像以前那么臭了，甚至它可以让你去下水去想要在那里面游泳。我觉得每个伟大的城市都有它一定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我觉得高雄最具代表性色彩的就是爱河，它可以塑造出高雄它非常独特的色彩。今天的爱河不只是一条恋人的河道，也是一条市民与这个城市相恋的期待。市民在此散步、逛公园，了解城市的身世，并且赋予各种发展想象。所有的居民所居住的地方有河的地方，我们都是把屁股面对着河流。可是你可以发现到我们这里不是，我们这里的居民直接就是面对着河流，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人跟河的互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怎么样子把一个社区打造成一个城市的后花园，
除了硬体的美之外，怎么加入有生命的软体？让他们能够爱护自己的社区，也是活动了。当然，公部门也开始注意到如何去整治爱河，让爱河的上游一直到下游更具有文化性。他发现到我们是一个音乐、文化、艺术的社区，所以他就去想到怎么去做一个低音符号。可是这样的一个低音符号看来很简单哈，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怎么去用钢骨钢架要去做到这样子还要非常稳固，哇，他真的很伤脑筋。如何打造高雄市的城市后花园？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做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是爱河的源头，我们是爱河之母，所以我笑着跟我们的居民说：“卖别欧多拜啊啦，拜托哎，较远的吼，坐捷运啊，较近的呢，各走那里。”啊，因为听说我们这个河流呢，大概我看最慢吧，恐怕在明年就会通航啦、啊。所以通航是很伟大的事呢，哈。所以我在想说，我敢讲，你的各走那得塞啊，住大楼没有邻居，还骗人的啦，只是在你自己不肯伸出你的双手。所以我对社区的经营理念，一个娘，一句话娘，这是我们的家，大家共同来，阿妹娘娘。日本人与打狗开始竹港计划，至今不到100年，高雄设置也仅约80年，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港市，它依旧吸引着许多年轻的梦想来此茁壮，不只是产业的，也有文化艺术方面的。如今码头不再只是苦力的工作空间，也成了创意奔驰的场域。哦，你这个摸字形要变成像新乐园这样？是这个意思？不是，是变成像这样，是45度角。在高雄哦，对后柜没有感觉哦，实在是不太可能啊。这个高雄港它现在好像全世界排名第5嘛。好像还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一啊！啊，它货柜出入就是要都要通过高雄的道路嘛，所以对高雄人来讲，就是对这种东西变成他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了。所以高雄艺术家提要用货柜办艺术节哦，我想那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是。有7-8位个艺术家嘛，啊，因为我是好气味，就是这把款的这提钢的艺术家，钢铁艺术。因为我们艺术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做，亲自去动手，啊，我们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啊，所以我们来做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得心应手这样子。よりは南の方が文化が豊かだし。人もやっぱり暖かいし、気候も暖かいし、食べ物美味しいし。每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其实他来哈，都带了他们文化的性格过来了。很简单的一种类比了哈，像对空间跟对材料的感受哈，就是国外艺术家好像比台湾比较敏感，他们对材料好像。会觉得，哎，这个材料是有生命的哈，他们会把它充分的应用。那台湾好像，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材料太多了啦，所以你在环境里面，你对材料不太容易有一种感觉。海洋对我创作影响很大，我一直都有海洋做题材的这个作品啦。就是说你住在高雄哦，这个好像很自然的哈，因为你周边就是会有很多海。我想，所以海跟我的关系可能不只是高雄了，我应该说，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住民哦，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海洋文化。高雄哦是港都，所以它就是有港和海。那爱河其实原来就是很漂亮的嘛，我们是还原它这个面貌，让市民哦觉得它跟这个河川很接近。人跟城市的距离，甚至人跟人的距离，都能够拉近。我常常经过，当看到市民在请，台北啦、啊、这个台中来的客人，我就说，拍谁哦，我爱我请去，我连就破位，你能够吼，就赞嘞，我今年买枪上摊，他就觉得有骄傲。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啊，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这一个海洋首都的概念啊，就是它成为啊一个。代表台湾的有海洋特色的一个
国际级的、首都级的生活水准的一个城市。民国八零年代，许多产业被时代潮流终结了生命，以往一望无际的厂房早已腾空，成为科技产业、知识产业的播种场，以及自由贸易港区的发展腹地。如果这边有一个自由贸易港区的话，我们整个半成品完成之后，我们直接从他们保税的那个单位就可以直接 出口了，那更方便。那这点会比南科还有优势？对，绝对是优势，因为南科的东西有可能以后也是要从高雄港出去，如果是外销的话。作为台湾的第一大港，一个海洋首都的门户计划正从新光码头展开，企图从交通节点、港湾的休闲和观光出发，发挥高雄本身既有的山河海港优势。高雄正在进行一波新的城市改造。爱了你是高雄的生涯，我想的是这触动我腔膛的共鸣，想一艘船啊，孤傲的灵魂，该属于港湾或是海洋，该系于锚链或是纵于波浪。这是余光中写的《高雄港记》。港口是高雄的出发点，它让台湾跟世界接上轨，同时也见证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过去，工业使得高雄快速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脚步的移动，现在的高雄不断的朝向高精密度、高附加价值与低污染的产业迈进发展。至于未来的高雄会是如何，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